迎来到，如山过山，风暴满途，前路再险恶，不敢停步。你是否变成奴？成败要只开一刀。不知你心再没有人，唯愿你知道情更高，将你上推得更高。班阿嫲想捉阿爷，我要通知阿爷。哎，石哥，你暂时唔可以通知老王爷。点解？呢件事非同小可，我哋唔可以轻举妄动。而家你要想办法接近老王爷，暗中保护佢，然之后博取佢嘅信任。但以我武功，我点能够保护到阿爷咧？呢点你可以放心。我知道老王爷身边有两个武功深不可测嘅和尚，嗰班喇嘛想伤害佢，唔系咁容易嘅。而家最大嘅问题系你点样先至可以接近到老王爷？方丈，弟子想留在本寺大法修行。阿弥陀佛，何处青山不道长，何须策杖礼清凉。施主，你有心皈依我佛，老衲恳请施主不妨另择修行之地。佛门广阔，以教化众生为大路，希望方丈你本着慧慧之心收纳弟子，弟子只不过想一尽子孙的本分，并无他意。诶，佛门乃为出家人而设，并非尽做世礼之所。戒持大师已经出家多年，啲尘世之事早已忘却。施主，你又何必苦苦相持呢？方丈，弟子只系想留响度服侍戒持大师，并无他意。七七四十九日之后，我自会离去，求方丈你成全我。方丈，依位施主曾为求见戒持大师，长跪七日七夜，不眠不休，可见其用心至诚。弟子恳求方丈应承依位施主啦。唉，阿弥陀佛。佛语有云：多欲为苦。既然施主你用心自孝，又诚意相求，老衲就破例成全你。不过施主，你一定要遵守你的承诺。多谢方丈，多谢小师父。两位师兄，是方丈吩咐我叫他来服侍戒持大师的。两位大师，我只是想入去放下斋菜，便忘他意。四阿哥，请进。多谢两位大师方便。
你我尘缘已尽，以后都唔使日日嚟服侍我啦。阿弥陀佛，大师，我只系想嚟尽一点孝道，并冇打扰大师你清修之意。七七四十九日之后，我自然会离开呢一度。佛门乃清修之地，你貴為王子，地位尊貴，不適宜留在這處，回去吧。阿彌陀佛，我已經不再是王子，我只不過是黎民百姓。塵世間太多事是我想不到，以及我估不到。如今我可以做的，只是留在這個寺裡服侍大師你。大师，请你俾我留低。阿弥陀佛。借问声大师，你哋寺中有冇一个叫文觉嘅和尚啊？施主，你讲咩话？我问你，识唔识得一个叫文觉嘅和尚啊？牛角，阿弥陀佛，不满众地系冇牛角嘅，罪过，罪过。老和尚，我系嚟揾人噶，佢叫做文觉，系一个和尚啊，唔系牛角啊。哦，佢喺边度啊？都话冇牛角咯。大師我啱啱见到人入去，佢嚟得，点解我唔得？哎，施主，臭和尚，你认为你可以拦得住我咩？臭和尚，你竟敢对我无礼！去！放咗我！你知唔知我系边个？你信唔信我叫阿妈嚟拆咗你间寺啦？恭维，恭维，谢哥，谢哥，大师。师兄，呢位御妻门之女恭维格格。文觉大师，呢个臭和尚虾我，要帮我好好教化佢。恭维，你休得无礼。呢位圣音大师系文觉大师嘅师兄嚟噶。阿弥陀佛，格格，睇嚟大家有啲误会，贫僧代为赔礼，请格格息怒。但系，好，我睇在你面上，唔同佢计较。恭维。乜你識得文覺大師嘅咩？係咧，四阿哥，點解你會嚟咗呢度嘅？雖然皇上係趕咗你出宮啫，但係你唔使睇唔開，你做和尚噶。我唔係嚟做和尚，我只不過喺度大法修行啫。好地地，做咩大法修行啊？文覺大師，你話係咪啊？阿彌陀佛，格格，既然冇事嘅，貧僧告退。喂！我系特登嚟呢度揾你噶，我有好紧要嘅事揾你啊！唔知格格揾贫僧有咩事？呢度唔方便讲，阵间我喺后山嘅半山亭等你，到时我自然话俾你知。你一定要嚟啊！如果你唔嚟，我系会嚟呢度揾你噶。格格。
姐一定会嚟嘅。阿弥陀佛，贫真有礼。咩？好得人惊咩？你做乜企喺度啊？仲唔入嚟？阿弥陀佛，唔知格格揾贫真有咩事？我特登嚟拜你为师，要你收我为徒噶。我真好有诚意噶。你知唔知我为咗揾你，走遍成个五台山，足足揾咗成个月啊！原来格格又系旧事重提。贫真已经讲过，贫真乃出家之人，不管尘世之事。请恕贫真唔可以收你为徒。格格，宫中高手如云，你仲系另觅他人罢啦。我唔中意其他人教我。你系出家人，以行善为本。我学武功为咗警恶惩奸，行合仗义，我一定唔会惹事噶。唔该你啊，教我啊。贫真恕难从。格格，天色已晚，贫真告辞。我千里迢迢由京城嚟到五台山揾你，仲受咗咁多委屈，唔通你真系要拒人于千里之外？但系你真系唔肯教我啊？好，我自创咗几招剑法，我练俾你睇，你教我都得啩？就是红教法王巴汉教龙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我哋虽然教派唔同，但系都系出家之人啦。出家人应该遵守佛戒，先无愧于佛祖。法王，你因何率众闯入，伤害本寺弟子？你唔使同我讲咁多，即刻交老王爷出嚟。本寺之中只有出家之人，并冇乜嘢老王爷。法王，请你立即离开本寺。本座知道老王爷一定喺度，惊嘅你交出嚟，如果唔系，我就要大开杀戒。你就凭你几个，根本就唔可以阻挡我嘅。老衲早已讲过，本寺并无乜嘢老王爷。我会相信咩？不自量力。咁嘅高手，即证明老王爷就喺度。你哋要活捉三魂老王爷，重重有赏。阿爷，你唔使担心，有我同圣公喺度，唔会有事嘅。阿爷，你又等我千祈唔好出嚟。阿爷，你小心啊！我会啦。大师，我练成点啊？知良知事发生。Thank you.
大师啊！有班拉埋咗出戒池大师啊！方丈佢已经俾佢打死咗。佢哋而家去咗后院，快啲去啦！文德大师，而家点啊？形势不妙，先去你，我有办法。师傅，小心！师傅，你睇低佢点？四阿哥，你见点啊？点啊？师傅，佢伤得好重啊！真系估唔到，消解我嘅劫难嘅，竟然系我呢个孙。师傅，四阿哥。走去边？我哋交老和尚出嚟。你又似嚟，居然敢呃我？阁下身为出家人，居然坐下清凉寺滥杀无辜，实在太过分啦！你坏我大事，我哋死无全尸。个妖僧唔知会唔会再翻去清凉寺，你快啲讲翻嚟，保护师傅先。但系你，你唔使理我，我会照顾自己嘅。你快啲讲翻，唔可以俾人伤害到师傅。咁你小心啲啊！等我扶你啊！阿弥陀佛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自己得。明觉大师，唔使啦。你以为你咁做英雄啊？你是迂腐啊！口口声声话咩男女授受不亲，咁头先你系咩我走唔远？唔好讲咁多，我死翻先。真嘅脉点啊，师傅，四阿哥已经冇生命危险，不过佢嘅经脉受咗震伤，需要一段时间休养，自然会冇事。阿爷，你唔需要担心我，我冇事。师傅、师兄、四阿哥，四阿哥你冇事嘛？我冇事，咁我就放心啦。因为都是你这个老和尚，如果不是你，四阿公和大师又怎会受伤？公卫，你休得无礼，这位住持是我们阿爷来的。他是我们阿爷，公卫是御亲王的女儿。公卫叩见阿爷。起身。是啦，班喇嘛为什么要捉阿爷来的？是这样的，因为班喇嘛想捉住阿爷，威逼我们大清帮他平反西藏。岂有此理！班喇嘛真系卑鄙，我即刻落山调动兵马，杀晒佢哋。冇，我发慈悲为怀，好乱开杀戒，赶咗佢走咪算咯，啊？系，我即刻落山啦。哎，公卫，阿爷喺度嘅事，千祈唔可以俾人知道。我知道噶啦。仲有，你就咁就去啊？你放心啦，我系皇上赏赐嘅金牌。凭住呢把金牌调动兵马，一定冇问题嘅。我走啦，速去速回。
但你两个小心啲，服侍认真啊！系师傅，阿爷呢度有歹毒照顾我就得噶啦，唔需要劳烦两位大师。你放心静养，唔好谂咁多嘢咯，啊！我知道啦，爷。佢啲脈點啊？佢應該冇咩事噶啦，師傅。老王爺，祝你啊！报告，嗰个格格已经通知咗山下嘅官府，而家派紧兵马嚟紧五台山啦。哼，真系估唔到，顺治老皇帝有两个咁好武功和尚保护，睇嚟我呢个计划就要取消。我一弟子听令，大家分散离开五台山，再逃后继。无论点样，我都令到洪教重返西藏。老王爷。认真叩见阿爷，起身谢阿爷。老王爷，请坐。点啊？你好翻啲啦嘛？回阿爷，认真已经好翻好多。老王爷，请茶。其实呢，五台山唔系你久留之地，我睇你都仲系回宫噶啦。回阿爷，认真已经唔可以再返宫中。只因宫中已经冇我容身之地。哦，我系被皇阿玛赶出宫。到底发生咗咩事啊？喺众阿哥之中，皇阿玛最唔想见到嘅就系仁真。喺两年前，我负责清理贪官，我发现所有嘅贪官都系皇阿玛手下嘅功臣。只因我当时做事太过认真，有几位大臣。因为畏罪自尽，自此皇阿玛就认为我残暴不仁，对我厌恶之情日增。啊！佢就因为咁嘅事赶你出宫？唔系，事源喺一次木兰抽离嘅时候，我得罪咗太子，太子喺六血之中落毒，令我失去本性，就咁样我就强暴咗名民女。此事令我圈禁咗成年，每当我谂起呢件事，我都觉得非常之内疚。我发誓要揾到呢个民女，以作出补偿。但系无论我点样揾，我都冇办法可以揾到佢。我只系揾到民女为我所生嘅仔。于是乎，我就将佢抱返宫中，以作出对佢娘亲嘅补偿。但系呢件事俾皇阿玛知道咗，我就被逼离宫。以换取个仔继续留喺宫中，我可以做嘅亦都只系咁多。皇阿玛咁做法又太狠心嘅，咁你嘅心一定好恨佢啦。我并冇恨到佢，我只系担心佢，我担心宫中嘅事。啊，宫中又发生咗咩事啊？而家朝中嘅大臣大多结党营私、贪污腐败，足以危及朝纲。而太子亦因为师父被废，各阿哥对太子之位都虎视眈眈，勾心斗角。我眼见咁嘅情景，唔单止唔可以帮皇阿玛派难解纷，反而要被迫离开京师。我真系枉为人质。阿弥陀佛，皇阿玛对你咁样，你一啲都唔怪佢，仲处处替佢着想。远离皇宫，你仍然忧国忧民，足见你为人。人好，皇阿玛以仁义治天下，恩泽万民，仁真一直都以此为傲。
而家我只希望各阿哥能够摒除成见，共同辅助皇阿玛，咁大清嘅国运就可以永享千秋。一心向善，便得天佑。只要你尽力而为，民心无愧，皇阿玛一定会原谅你嘅。恭维见过阿爷，四阿哥。恭维，你翻嚟啦？恭维。那些喇嘛是否已经赶走了？回阿爷，四阿哥，我带兵包围五台山，众喇嘛已经散去。阿爷舒不舒服啊？舒服，舒服。那不如给我留下，爷帮你揼骨啦。好，好啊。阿爷，宫卫是女儿家，这里全部都是和尚，他怎么可能留在这里呢？为什么不行？和尚而已，又不会吃人的。阿爷啊，我真的很想留下服侍你的，你我留下啊。多谢阿爷，那我不阻住你跟四阿哥聊天了，我出去先。阿爷，宫卫是女儿家来的，这里是寺庙，她怎么可以留在这里呢？就由她留下啦。唉，真是估不到，在我断惑归真之前，有你两个在陪住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世事无常，我佛慈悲，阿弥陀佛。阿爷，哦，系啦，过两日呢，我俾封信你带俾王阿嫲，佢睇完之后自然会原谅你噶啦。我而家好攰，你翻去先啦。人真先行告退。四阿哥，老王爷有咩表示？阿爷话为我立书一封，叫王阿玛原谅我，赦我无罪。哦，四阿哥，咁系唔得嘅，你一定要喺老王爷嗰度得到更多嘅嘢。更多嘅嘢？冇错，你不但只要返回宫中，而且仲要得到皇位，唔得！阿爷佢已经为我立书一封，助我回京，实属意外。我仲点可以苛求太多嘅嘢？四阿哥，乜你以为返回宫中就可以得到皇上嘅欢心咩？就可以同啲众阿哥争咩？你唔好唔记得，喺你未俾逐出宫之前，你已经得唔到皇上嘅宠信。你想皇上传位于你，一定要得到老王爷嘅帮助至得。唔好再讲落去。系啦，大毒。今日阿爷同我讲咗啲好古怪嘅嘢，其中有一句佢话咩断惑归真，究竟系咩嘢嚟？断惑归真。承任民国，你哋跟咗我几耐啦？我哋跟咗师傅已经二十年啦。哦。真系眨下眼就二十年咯，唉，来也如是，去也如是，无来无去，世事如烟，尘世间嘅事过眼烟云。师傅你，你哋两个跟咗老衲咁多年，我好感激，好感激。我知道你哋两个跟住我。不会是自愿的，是继承你先父的位置。那以后你们两个愿意继续留在山上，那就由你们自己去决定。如果说你们想投身官场，我可以代你们引荐，以你们的本事一定会大有作为。
弟子只系想跟随大师。阿弥陀佛，我好快就会离开尘世，归于极乐。你哋应该替我高兴至系啊！啊，起身起身啫。七星会聚之日，就系老衲归真之期。阿弥陀佛。三日后阿爷就要圆寂。冇错，四阿哥，我算得好清楚。三日后咁啱有七星汇聚，唔会有错嘅。三日，四阿哥，你系咪卯五年出世？你问嚟做乜嘢？天助我哋！三日后系六月初六，你卯五年六月初六子时出世，哪有万字之命？真系太好啦，太好啦！咁样同我有咩关系？石哥，你要假清三日后就系你嘅生辰，老王爷深信熟数，佢一定知道你有万字之命。古语有话：为人君者，取象于天，七星连珠，王有至德。老王爷佢明白呢一点嘅。你做皇帝乃系天意，正所谓天意不可违。若果唔系，大清江山必定多灾多难。老王爷一定会叫皇上传个位俾你嘅。唔得，要我呃阿爷，我晚晚做唔到。石哥，你谂下，若果你得唔到老王爷嘅帮助，你会扭转你喺宫中嘅地位咩？你就咁翻去宫中，皇上又唔信你，众阿哥又唔服你，就算你有满肚嘅学识同埋远见，咁咪有咩用呢？呢个系你嘅机会，亦都系你唯一嘅机会。石哥，你而家只系试图去争取一下啫。若果老王爷觉得你唔够资格做皇帝嘅，佢一定叫皇上唔传位俾你嘅。除非你觉得自己唔够资格做一个好皇帝啦。文革大师，哎，点解一见到我就走啊？咩好令你讨厌啊？阿弥陀佛，格格唔好误会，贫僧有要事在身，清算贫僧先能告退。你唔好走住，我又要同你讲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除咗阿弥陀佛之外，你唔识讲其他嘢嚟咩？阿爷已经话晒俾我知啦，你系为尊父命先出家嘅。既然出家唔系你嘅本意，你系还俗啊！而且你武功高强，文才又好，你去做官噶。我系求皇上赐封于你，你做官为朝廷出力，为国效劳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格格关心，贫僧真系要事在身，告辞。你阿爷舒唔舒服啊？舒服。喂，你嚟咗五台山好多日嘞噃。有冇谂住要翻皇宫啊？我先唔想翻去啊！宫中又多礼仪又多规矩，闷到死嘅，一啲都唔好玩啊！点比得上呢度咁自由自在？咁你又嚟五台山学武功咯？等我练成一身好武功，可以行合仗义，坐强扶弱，手持长剑，浪迹天涯，过啲无拘无束嘅生活。原来你中意武功啊！嘿，得我叫阿文哥教你几招，啊！好啊，爷，咁你叫佢都教我。唔使咁贫难，我要问你一啲嘢先啊！你阿妈近来点啊？阿妈而家掌管八旗兵马，驻守边关。阿爷，你一定好挂住阿妈咧。我谂阿妈都好挂住你啫。不如咁啊，迟啲我叫阿妈嚟探你啊。迟啲先。哎呀，而家我想唞一阵，
但呢陣出去叫四阿哥人事到御軒亭嚟見我，啊？哦。嗱，呢封信你要帶翻嚟俾皇阿瑪，皇阿瑪睇完之後會原諒你嘅。呢次你回京要好好地睇皇阿瑪排難解憂，啊？為大清做一番事業。啊，不過咁。如果你唔中意回京，你咪自己周圍玩下咯，雲遊四海啊，拼住世情，佛道有緣人。阿爺，我只係唔想太早離開你。喂，喂，落正土不如歸去。阿爺，係時候啦，我要走啦，你翻嚟啦，啊！阿爺，我想陪多你兩個時辰，因為今日係我生辰。我想同你一起度过。乜你系子时生日嘅咩？咩年份啊？回阿爷，我系戊午年六月初六出世。原来你真系万字明，你为人人后，将来一定系一个好皇帝。我哋大清有望，嚟跟我嚟，仁真啊！你早日回京啊！我会写封手谕俾你，交俾皇阿玛，佢就会传位俾你啦。仁真，你嘅时辰八字系万字之命啊，最好继承皇位嘅命格。嗯。更巧又遇到七星聯珠，乾坤生輝，天意天意啊！文哥，攞文房四寶俾我。係，師傅。呢封手諭你交俾皇阿瑪，佢自然會傳位俾你。你两个陪伴仁真回京，辅助佢完成我嘅遗愿。系，请师傅放心。阿爷，四阿哥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胜千年，我如胜一己。一念之贪，可能万劫不复啊！认真要记住，老衲心愿已了，应该归去了。阿爷，阿爷，阿爷。各位，老王爷已经明灯结。大家都唔好太伤心。恭维，阿爷原籍嘅事，皇阿玛仲未知道。你先行回京，
将呢件事讲俾皇阿玛知，我会等阿爷火化完之后，带动佢嘅骨灰一同回京。好，四阿哥，咁我翻去通知皇上先。始终都接受不到我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竟然呃我自己的爷，仲在他临终之前呃他，我真的对他不住。四阿哥，你可以得到老王爷的委托，因为老王爷相信你可以做一位好皇帝，振兴江山，保持大清的基业。为了不要辜负老王爷的委托，四阿哥，你应该尽快回京，早登太子之位。韦唐在，李环，朕将人真逐出宫外，系咪过分咗啲？皇上圣明，奴婢不敢妄断啊。朕自问都系有啲过分，而家谂翻起都有啲后悔。既然系咁，皇上可以召四阿哥回宫，而且经过呢次教训，我相信四阿哥亦应该有所改变噶。启奏皇上，宫卫格格有急事求见。传扎急事。宫卫叩见皇上。嗯，宫卫，咩事咁急？阿爺佢已經喺五台山圓寂啦。權力是必爭的路，成敗用性命來賭，遠山。